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日哦，煞着去讲金龟桥的故事。那么这金龟母啊，为涂骹钻落去了后，正人去掘啊，就掘出一片的土地，就叫做吼这小平层咯。那经过二三十年了后，迄个金龟桥啊，就已经去破损咯。那么金溪水原本啊，是会流啊，甲金龟桥的下骹咧。那么海水一涨掉了哦，向溪壁啊，就惊拄着咸水啊。所以龙就纷纷哦，爬起来这个桥面的顶卡。那么过桥的人哦，常常哦，都发生在这个金溪啊破桥顶卡去捡着溪壁。啊，那么说啊，甲种假币哦，离金溪桥无远啊，有一个五零岩坡，一个乡里啊叫做金坡。死鹅的哦，是唔食金溪币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因为因祖公哦。传落来一种作规咧，就是古时啊，当时啊，这个姓吴的哦，十三祖啊，号做吴断斋。那有一摆呢，托附近的这个祁后山的山祭主哦，松林，托掠去嘛，掠去做灵祭，准备要迎接个吴断斋啊，来甲官府的哦，谈判讨价还价，所以就将这个吴断斋关正久，唔该放了。啊！因出用野多办法哦，都无法通解决这问题。一日啊，这个祭主因老母啊，伫咧做大生日，那么这个风声啊，就奔啊甲这个盐埔这个乡里，奔啊甲五段在因厝。那五段在因厝啊，听见说个祭主因老母做生日啦，就赶紧从了备办一个寿礼啊，就打一大呀，送去山祭里，送托这个山祭主。但是祭主啊，就是。唔收，那么吴端在因家是苦啊哦，忧面了空，未做未成钱发倒来，啊落了，拄拄想想说这摆吼，因老爸看款啊，是无法通生烦恼嘞，未得倒来咯，啊行啊行，要这金溪迄个破桥顶面叫，脚骨煞去掂着啥物嘞？该看一摆，原来啊都是只大溪壁啊。迄只大溪壁啊，掠这个五段在因家，甲咪尿尿笑，头壳骨甲咪荡咧荡咧荡咧，啊！这个五段在因家就感觉说，哎，像这只壁骨掠我一直看，就灵机一动哟，哎，无办是这只壁哦，那么叫我说上壁啊，去救老爸哦，这只壁大概五六斤重，所以就赶紧啊。将迄只笔啊，共抓起来，翻倒转头啊，将位山姐搁再拼去，就将迄只笔啊送去托山姐主。啊，千千这个姐主啊，这个松林因老母哦，别项无爱食咧，就是第爱食种笔遐个。那么最大生日啊，有人送种大只溪笔，所以非常欢喜，就说来收笔煞帮人。那么迄只笔收去啊，就将这个五段斋啊，就煞甲放落山。那么吴端斋啊，倒来了啊，就为了要铭记说溪壁对伊种恩情啊，所以祖就先立下这个规范，就是祖祖辈辈哦，就袂做咧搁食种壁啊咧。到宋仁宗的时阵，泉州府太守啊叶天圭，请开元寺守正和尚来到金龟啊，来做这个石墩桥。那么这个守正和尚啊，就用石啊77个石墩。顶面呢，则加上大茶梁，搁再担上这个桥板，顶面则搁起石柱、石坛，托过路人啊通休困。这座桥总共长呢是有100外长。据说这个守正和尚哦，伫咧造桥时阵，会晓咧看风使钱啊，怎啊？就说怀师傅头啊，那么张伊的这个架脚哦，那么守正和尚说，我是四界魔关，我做做这样土咧，我哦。去无关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血分。那我是将血分加算一套嘞。跩师傅头就说：“啊，血分嘛是钱，反正我也去共别人去咯。”所以就答应收这个血分利息啊，就将跩血分啊，另外一道一道推托我师傅。但是甲明示哦，金溪顶放了一个狗，呼呼号了，就将跩血分啊，全部还阁白白去收这个血分。迄个血堆内面，逐日都是安尼。那么跩师傅头啊就认识，将我大概是天意哦，就唔嘛阁涨价咯。人说啊，修桥造路是千古流芳。那么不但是造桥哦，也阁会出人才。那这金龟哦，
伫金瓜山顶啊，起头一声就出一个状元娘客家，所以呢，后来人就说，这个金瓜桥啊，那做阿土人会行得过哦，就有法当出一个状元。所以金瓜桥啊，每一摆维修哦，迄只金瓜啊，倒伫山顶啊，伫咧叫。那么人一个人哦，就出状元甲榜眼，头声是出娘客家，第二詹仲良，第三曾志昌，第四就出五路了。那么榜眼就沾火，这个黄宗旦、宋廷、詹公亮、老鬼、石启宗以及唐洪、陈建等，两两将将八皇帝就出八个榜眼。那么这修建和尚啊，修这个九吨啊、十八坑的这个桥啊，后来呢，托这个金匮这个三皇不发啊，前隆中强强多，跟我宋朝吼这个金德秀啊，伫咧做泉州的这个知府的时阵哦，伊啊，结果无关啊，叫这个和尚做飞开哦，搁再重新来修桥咯，而且伊啊，也搁亲自写文章啊，拍伫石壁顶面来记事这项代志，到明宪宗成化十年。泉州知府史元啊，又搁再重修金瓜桥。那么因为明朝啊，明朝要这个倭寇啊，侵略咱这个泉州东南沿海啊，多次杀人放火烧楼，所以这个金瓜桥啊，就搁卡无人管了。那么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啊，落尾呢，这座桥啊，隆重就走走飞啊，贴贴了。后来呢，有一个江苏的吴金林，号做蒋瑞京。来到这个南华水桥桥顶，又搁再重新修一摆。那么桥修了啊，四乡五里啊，带来足好，是人山人海。金瓜桥的左右到金瓜山顶面啊，一人马是甲画画。那么迄个金瓜桥的顶塔呢，迄个桥中间啊，顶面有四个大字，或者龙剑天阁，用宋代建立来哦，就是历朝历代啊，都皆有重建。那么每重建一摆哦。迄只金龟啊，都会走到金龟山顶去提一摆。那么金龟每提一摆哦，泉州啊就出一个状元。到啊，到清朝时阵哦，因为咱这个泉州地区啊，就老基远，老基远就出土匪啊，土匪就将这个金龟桥隆重烧啊，甲贴贴贴。一到啊，解放了后，人民政府啊，这个重视啊，兴修水利，结果再重新呢建造金龟桥。那么这个金瓜桥啊，顶面是桥的行人，下面呢是一个水坝。那么就是破金瓜啊，关金南对发展这个农业生产啊，有发挥真大的作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这个金瓜桥的故事呢，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